转眼间陪伴了大家近两个月的《陈情令》迎来了大结局。为了感谢所有人在这段时间的付出，《陈情令》的导演在微博上晒出了一众主演的手写信，让粉丝去猜这些信都是谁写的。但很快就有粉丝指出，其中的两封感谢信有错别字，一个将以来写成了己来，一个写错了辛苦的心。从大家的回复来看，出现了这种错误的分别是王一博和肖战。为此粉丝纷纷调侃道，这两位的语文怕不都是体育老师教的？其实在之前，王一博就因为写错了游字，在微博上自罚抄写并主动道歉。有粉丝认为这是因为王一博很早就去韩国发展，所以导致语文不够好，但是曾自曝自己普通话一级甲等，可以去教高中语文的肖战出现这种笔误就有些不应该了。另外就算带上粉丝滤镜，这两位的字也着实称不上好，甚至看上去有些幼稚到可爱，和后面认真写了小论文的两位演员比，对比是有些惨烈。看来两位帅哥还是需要在闲暇时候好好练字才行啊。